泰山在这里崛起，黄河在这里入海，孔子在这里诞生。山东是一部厚重的书，圣贤智者群星灿烂，诸子名家层出不穷。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倡导天下为公，协和万邦，至今深刻影响着世界。从古至今，文化的长河奔流不息，优秀传统文化、革命文化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交织交融，传承着创新创造的血脉基因。山东是一幅多彩的画，15.8万平方公里的陆域，山川旖旎，阡陌纵横。15.9万平方公里的海域，碧波荡漾，千帆竞发。五岳之首的泰山，寄托着国人对国泰民安的祈愿。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，奔腾5400多公里之后，在这里汇入渤海。曲阜三孔，京杭大运河，齐长城，静静诉说着人世代谢往来古今的久远故事。丰厚底蕴与灵性，让人们在这里可以尽享生态之美，生活之美。山东是一座通达的桥，这里通向全国，高速公路、高铁路网四通八达，省会济南与200多个城市直通高铁。这里通达世界，山东与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往来，3个吞吐量过4亿吨的港口，600多条海上国际航线，400余次中欧班列，80余条空中国际航线，让山东融入世界。这里连通未来，未来山东将持续推进重大基础设施建设，巩固提升量子通信、超级计算以及智慧交通、智能电网等领域的优势地位，加快布局新基建。山东已经为一切创新创造者铺就了通向四方、通向明天的金光大道。山东是一曲奋进的歌，
改革开放四十余年，山东人民艰苦创业，敢闯新路。这里农业八项指标全国第一，农产品出口份额占全国的四分之一。这里制造业门类齐全，产业链完备，装备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占全国十分之一。这里拥有中国近一半的高层次海洋科技人才，唯一的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试点实验室。进入新时代的山东，八大发展战略全面实施，四新经济增势强劲。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，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，中国上合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叠加发力。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、企业家正与齐鲁人民一道，奏响着山东高质量发展的时代乐章。山东是一个温馨的家，好山好水造就了山东人忠厚诚信、勤劳智慧、勇敢朴实的精神气质，尊崇以意志力、重信守诺的山东人，让近者悦、远者来。一窗受理，一次办好改革，再加速、再提效，为投资创业者打造更加优质高效的营商环境。这里是创新创业的热土，已有200多家世界500强企业在这里投资兴业。好客山东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拥抱世界各地朋友。